好，我是马蔡老师实验室的谢嘉璇，然后目前就读于台湾科技大学材料系大三升大四。因为生命科学对我来说是一个跨领域的学科，那刚好系上有提供这个实习的资讯，所以就想说趁暑假来看看自己是不是对这个领域有兴趣，那顺便提升自己的研究能力。最印象深刻的应该是养细胞，因为之前从来没有养过细胞，实际养了之后才发现原来需要花就是很多时间去照顾它们，也要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，它们才会好好的生长，才可以让你做后续的实验。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有一次折纸的实验，对，那个老师他带我们做叶子。我很感谢 Jason 还有佑明学长，就是都会回答我一些很基础的问题，也很耐心的教导我各种实验，然后也很感谢小天使学姐提供我们很多生活中的帮助，最后也很感谢马蔡老师提供我这个实习的机会。我来中研院的心得就是这个暑假真的学习到很多东西，包含养细胞还有蛋白质纯化等等，虽然刚开始来的时候真的很不习惯，因为材料跟生命科学领域真的差太多了，但是学长他们都很有耐心的指导我，所以从中间我学习到很多。那如果之后学弟妹对这个领域有兴趣的话，也欢迎可以来试试看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马蔡老师实验室的施轩宇，然后就读台湾大学农业化学系大三升大四。因为我自己对生物化学的领域比较有兴趣，然后但是因为我自己在系上做的专题是跟土壤化学相关的，所以在实作上面比较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个方面的实验，所以就找了很多不同的实习计划，然后就看到中研院马蔡老师实验室的题材我蛮感兴趣的，所以我就报名了这次的实习计划。在实验过程中每个步骤我都觉得蛮新奇的，因为我自己就没有操作过这些仪器，所以来这边做实验就每个步骤都还蛮印象深刻的这样。然后要说特别有印象的话，就是在解这个结构的时候，因为解这个结构没有想到会这么复杂，然后也蛮花时间的，就一开始解还蛮有挫折感，因为调整一个氨基酸，下一个氨基酸又会跟着被改变，然后导致前后两个都没有调整好这样，所以就挫折感蛮大，但是又蛮有挑战性，希望自己可以解得更好这样。我的学姐是 V， 然后我很谢谢她在这两个月的陪伴跟指导，因为我自己比较常忘东忘西，然后就谢谢学姐她很不厌其烦的让我问问题，然后也解释得很详细，当然也很谢谢马蔡老师给我这个机会来实验室学习这样。基因体中心实习也是将近两个月的时间，然后我在这边收获很多，然后也学习到很多在鉴定结构啊，然后还有增进自己很多实验的技能，那我很庆幸当初有跨出舒适圈来这边实习。